系，大家好，我系罗敏。今早两日咧，我哋就接咗张 PS5 二盒呢个无线手掣雕声嘅相出嚟啦。咁其实系因为我咧就有幸被王邀咧，今次有机会优先试玩呢个 PS5 啦。咁就事不宜迟啊，就等我嚟介绍我今次玩个游戏啊，呢个 PS5 嘅手掣有咩特别啦。咁我同大家第一隻玩 PS5 game 咧，就係呢隻 Xbox 飛龍啦。咁佢就係 PS5 一隻內置遊戲嚟嘅。咁主要就係同大家展示一下，可能佢入面嘅一啲機能啊，或者係佢點樣用盡 PS5 手掣嘅一隻 game 咯。因為 DualSense 即係隻手掣咧 ，PS5 其中一個大點啦。咁我哋就 Part One 佢嗰個遙控器展示就開始啦。咁佢第一 part 咧就會開始介紹佢手掣啦。咁喺震動功能方面咧，咁呢 part 做咗好詳細示範嘅。咁好明顯個手掣咧由底震到上。咁關於 Escape Trigger 呢個位咧，咁大家可以見到佢用一個噴射嘅方式嚟呈現嘅，即係就好似引擎咁樣咧，大家要用力去撳先出到啊。咁 Touchpad 嗰度咧，咁就一如既往好似 PS4 咁一樣可以操作嘅。咁都有唔少少唔同嘅地方啦。咁就大家等一等。咁喺 Touchpad 上面咧，亦都增加 Motion Sensor。例如是这个公仔跌下来的时候会感受到的，在测方向那里它比的反应都很快的，就是我跟着一些操作它的画面会立刻呈现到，那就是 PS4 的事务啦。除此之外就可以用麦克风去试我的声音。手掣就测试就去到这里了，那就事不宜迟就正式入 game 了。我有太空人仔了，那就可以用 touchpad 一捽它就弹到出来。呢、这个位置向前行咧，就睇到嘅晒 CPU 仔啊，行上先，抹翻画面啊！咁呢位就走入去个 CPU 风扇入面啦。咩？送咗去边度咧？咁呢度就去咗一个沙滩，系准备跣落去。哦哦，系啊，有啲咁嘅质，哇！有手掣嗰啲震动咁不断传过嚟啊！哎，啊跌咗落水。等我游翻上岸先，咁、会见到乜嘢咧？诶、个物件，呢个系敌人嚟嘅，可以远程打对，打吓，加话心心先，物件 ，say 个 hello。咁喺画面度有各类嘅彩蛋啦，例如呢度战神两父子，笃下咁大个头先，系一对，好得意。因为我俾呢个暴风枪嘅时候咧，其实手掣度亦都发出咗一大量嘅声风声啊！咁强咁十分强，得我拉下呢个位先，诶、竟然青蛙三我都跳落去先。然后咧点样喐嘅咧？得我就系第一摆动啲手掣先，啊，依个搞好啦，摆动之后揿上 R 二啦，弹啊，都系因为弹掣嗰啲成日习惯啊。玩嘅时候咧，其实个 R 二掣咧系相应咁跌紧嘅，但系佢话乜乜，因为揿紧嘅时候有咩力度啊，咁佢俾大家预睇我跳到咩距离嘅。咁我哋要嘅前进啦，咁当我撞撞烂玻璃嘅时候咧，原来手掣咧会变一啲唔同嘅震动，咁落过呢条绳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就想知新鲜啊，我自己都唔识点样讲啦。前面有几多个大跳台啦，跳上先。我一鼓作气扇落去，等我扯下条线先。呢度走，头先三模一样啦。咁喺手掣度都有啲声，有啲风嘅声喷嘅系嘛？应该都系一个雪嘅场景，系扇咗落去先。周围捣乱，呵呵呵呵。有华丽转身，跳两次，跳三次，四段搞掂。呢度就叫时间过去吓，打你打打。因为呢个兵咧几难。但是我不要跌下去好先好运好嘞打哎呀我打就一股就是一二十个黑头咁呢个风扇位呢就用先咪吹啦哇是不是在冰柱呢哎呀撞完之后震荡回馈呢个弹返到手掣就啊拉埋呢条电线呢就完㗎啦最后呢我会攞 PS3 啊喺游戏入面咧，咁大家可以攞到唔同嘅 PlayStation 收入品啦，亦都会有一个地方可以
展示佢哋，但呢部分咧就想保持神秘，就唔俾大家睇啦。咁就事不宜迟啊，不如就嚟有个小感想，同埋嚟介绍一啲我哋嘅发现啦。补充一啲我哋刚才发现到嘅嘢啦。咁 DSI 其中嘅升级重点咧，就对于丢 sensor 就有十分之丰富嘅功能啦。咁刚才都介绍过，例如一啲震荡啦、内置咪啊，或者内置喇叭咧，带出嚟嘅体验咧，十分之震撼嘅。如果你發現喂，萬一有啲突發情況阻住你打機，例如有電話入，或者你有一啲聲唔想俾人哋，可能喺啲 party 入面聽到咧，咁樣點樣算呢？咁剛才我哋就查詢過啦，咁原來咧佢上面嘅麥靜音掣咧，如果你撳一下咧，咁就會發出橙色指示燈啦。咁呢個就係一般靜音模式，咁就會將手掣嘅麥咧直接靜音。咁就可能你 party 嘅就唔會將你一啲唔想俾人聽到內容傳到去 party 入面，或者係一啲遊戲嘅多人遊戲嘅通訊入面啦。除此之外咧，佢仲有另一個靜音模式嘅，只要你長按佢呢個橙色指示燈咧，大概一秒左右咧，咁佢就進入呢個呼吸燈模式。咁就呼吸燈模式之後咧，大家我聽到其實隻手仔咧已經係完全冇發出聲音。咁除咗係手掣冇出聲、咪冇聲之外咧，其實佢都亦都會將主機的音量直接撳到嚟，即係話咧，你可能話會買電話入，你唔想俾人知你打機咧，你只要長按就可以噶啦。咁你只要想電視有翻聲，你再撳多下咧，就可以 cancel 翻，變翻做普通靜音。再撳多下咧，就會解除翻靜音噶啦。呢、這個功能咧，我覺得十分之 user friendly， 咁亦都值得喺大家可能之後買到機嘅時候咧，會用到嘅，係啦。咁我剛才咧就同大家玩咗 Xbox Play 咁。就我而言咧 ，PS5 帶俾我嘅遊戲體驗咧就十分之新鮮啦，即係尤其係佢作為主打嘅呢個 DualSense 無線控制器咧，包括 Active Tracker 或者啲震動功能嘅強化咧，都帶俾我意想不到遊戲體驗啊！不過好可惜咧，因為呢啲單頻控網咧都難以去形容到個震撼嘅感覺啊！咁相信如果日後咧大家有機會試玩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俾大家睇下係咪真係好似我咁犀利啦！雖然部機係11月19號先至出，但既然我而家有機會玩，就唔理大家，我繼續去玩啦！拜拜。